去哪里啊？去哪里呢？去哪？皮卡多啊，皮卡多双子星带你去哪儿？去哪儿不是送吗？皮卡多双子星最耀眼的两颗星，虽然现在少了一颗，但是问题。那我愿意先暂时给你顶上这个位置。可以，那我们两个不行，你是扫把星兄弟。我们是皮卡多流星组合。不行，我不行，我小老虎，我们两个组吧。马狗他妈的，他是哈雷彗星。我不能跟他一起组。你这算什么？你拉一个王者级别跟你组队？不行，没事的。你们两个双子星只要进了什么辉煌世界？我告诉你，只要进了皮卡多双子星，再屌的人也会变菜的，你信我。老三，我皮卡多哈雷彗星一个人够了。嘟嘟嘟嘟嘟。还没有，暂时还没有。快点！我今天早上我七点钟我就自动醒。哦，感谢不接受诈骗803的幸运草。感谢感谢，么么哒。虽然我不知道这是啥。哎。有枪吗？没有。咋玩啊？好像没人吗？哎，咱也不能赤手空拳去拳击馆了。没人啊、嗯？谁拿拳击馆，我打谁。你就赤手空拳，你，我刚想告诉你，你赤手空拳才更应该去拳击馆，但是现在已经不让你去了，兄弟。啊？来一个试试，你他妈来一个试试。还听不懂他的意思吗？我知道了，没人了是不是？我去红楼守卫啊。一人一刀。什么握把最适合 M 四？轻型握把贼适合，真的，逼用没有？要想压枪压的好，首先是没有那个念头，你知道吧？你仔细琢磨琢磨，最没逼用的握把是轻型握把吗？不是轻型是什么？三角，三角握把有用啊，扫射贼有用。快速开还可以快速开镜，快速开镜那个取消了。PS 用还贼牛逼呢，那就半截没用了。别人问 M 四装什么握把 ？M 四我点射用轻型不行吗？真牛逼！拳击馆三楼有一个三级甲，要不要拉倒？要握把。要。三甲，三楼啊，拳击馆啊。哎，以前觉得三级甲、三级头真的挺屌的，就感觉跟铁一样。现在感觉三级头、三级甲跟纸糊了一样，没什么追求。你放在一年前，多了。不是你讲真嘛？你放一年前，三级头、三级甲，珍贵吧？贼屌，感觉站着跟人输出，现在站着被人输出。该秒你还是会秒的。只要你做到心无杂念。哎呀，大哥，只是开玩笑的，谁不知道锤子握把好用啊？这游戏。我觉得握把里面最没用的就是三角握把。握把东西不重要，只要你这个人够纯洁，你就能压住枪。嗯，这种就是佛系玩家，打不打中关我没事，反正只全靠敌人子弹接的好。你每天早上起来不要想这么多，只玩游戏就行了，就能压住枪。哎，还得要想的，要想上几柱香。要烧香的，自我控制。那天晚上令北还有蒋老师烧香烧了一晚上，我们一早上四连击，我操，屌爆了，兄弟。跟你说烧香，我那天晚上烧香的时候我就说明天早上会不会他妈猛吃鸡啊，江龙山说有可能，结果第二天猛吃，这是在我们预料之内的，你知道吗？我们昨天晚上开会的时候，哦不对，前天晚上开会的时候我们安排了所有东西，哎我们应该要怎么摸之后怎么办，全部安排好了，就剩江龙还问了一句，你们是不是知道我没存在？
讲了一个多小时，讲了问就开会开了一个小时，愣是没跟我讲过一句话。这个结论好欺负。开会讲的东西就是跟他孩子有关系的，然后到后面问每个人有没有意见，这个人问好，那个人问，那个人问好，一个个都问过去都没意见是吧？那结束了，散会了，江南一下子就懵了，你他妈也没问我呀。然后再问江南一遍，那你有意见吗？没意见，散会。有枪尾巴，谁有枪尾巴？我有枪尾巴。没有。有切切来了，有切切来了。哎呀，小老虎还什么技术担当，回来妈菜死了。那第一天回来嘛。我要去拳击馆了，拳击馆被人占了。那就去。你信我，那个人走了，那个人闻到我那某人的杀手杀人，越货之后多了之后，身上会有一股杀气，知道吧？闻到我的杀气之后，他跑了。切。他感觉到这个城里面有个杀神，你天天被人杀人越货，不是你越别人呢、啊？那我越别人？你，我是个杀手。哦。啊，有人替我回答了。你再凹一个。嘿嘿。有人替你挨打吗？你觉得？不知道啊。那试试了。我咋了？我黑黑黑黑你在嘿嘿？你那那嘻嘻。那这种就行了吧？就你一定要替蓝丹飞出头是吧？就这个意思是吧？我出头哪？黑黑不行，那西西。你想一下，蓝丹飞打你的时候，谁在边上叫大哥？谁是你坚强的兄弟？可以，那就好，好，那不说了。哎呀，小老虎不在这一个月，他到底经历了什么？感觉他今天早上越打越菜。哎呦，还没发挥到真正技术。我最近这一个月疯狂练，疯狂的卡卡。真的假的？你练了啥呀？把把都没你。有我，那把吃鸡的，就是吃鸡的时候有我。吃鸡呢？你什么意思？你阴阳怪气的，你是说没有我呗？不是，有你是因为令北替你死了，他接到了公司的通知，他说你是技术担当，需要给你表现一下，所以他才死的。果然有你啥逼事。对的，是这样的。我看哇，竟然被大家发现了，那我就承认了，确实是这么回事。握把，我手上有两个。直的吗？很直。那爽呀。又黑又粗又长又直。这有枪尾巴。我也有。枪尾巴谁有？我有。秃驴改到下午喽。没有。好，等一下，就是我们四角天阁这个黑势力这个大组织，以后就可能就是全天就大家都能看得到喽。就称霸一整天 ，all day， 24小时循环，四角天阁电视台。对，四角天阁电视台，四角天阁 TV， 就早上八点。好了，我给你送个枪屁股，怎么那么累啊？就早上八点到一点准时开台，第一档栏目电影频道，然后啊，谢谢老板，哇操，老板真牛逼，哇操，一档节目电影频道啊，四小天哥八点到一点钟，然后一点钟到四点钟由马条主导的那个少儿频道是由江乐涵啊，不对，是由那个周公瑾、马条二八还有那个小老虎还有寡言，哎，组成的少儿节目啊，然后四点钟又到了我们的下午的这个电影频道，又继续放一部新的电影到八点钟了之后呢，又到令北，隐含的那个就是，成人栏目，然后就是八点钟播到十一点，然后同时图图也开了一个少女频道，从八点钟播到十一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、十六、十七、十八点。白拿呀，少女频道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令北那个要叫成人栏目，不知道。成人频道。还有呢？为什么叫24小时？因为我们这里还有个通宵值班的。
对，还有个头卷石般的陈可爱，八点播到早上八点，真他妈牛逼，老牛逼了，真的。这陈可爱一下播，我们早上的节目又开始了，就是这么牛逼，兄弟，真厉害。这又到了快乐的第二天，夜班主播专业专在线回答男性各方面问题。这有个医疗箱，这里有个医疗箱。没有，我好肥，我四个医疗包，一个医疗箱。这里有个医疗箱，有个三级甲，有个三级甲，快快！都是四秒以上，三倍镜，四倍镜，三倍镜。三倍镜 SKS 快乐每一天，四倍镜 SKS 幸福每一刻。哎呦我去，我来个操操！你在讲什么？你为啥不捡你被那个二级甲嘞？对啊，我你为什么不捡我那个二级甲？没有，我以为他是一级甲。你以为你是三级甲吗？我以为我以为他是一级甲。我那个黑不隆咚的那个怎么可能是一级甲，我都跑过来了，我当时没看到，我看你捡了我就跑了。哎呀，头上把奶子割了。谢谢杨小健的游侠，我待会儿也要去了，上滴滴。哎，我没睡够，如果去健身会死吗？不要去，会很累。不要去，会很累很累，而且你也举不起来。你睡个一两个小时再过去，因为精力不够，你是运动量是达不到的，你会练会准备。没有，这健身没状态就不要去，没什么意义。对对对，没意义。这样的吗？那我下午玩游戏去。啊，那你还不如休息休息呢。那你管别人的马姐姐，别人去不去关你屁事儿。他只是问，睡觉不够该不该健身？我们答，不能去健身，是不是？那不对了吗？他要干嘛关你屁事儿啊？那我奶子疼也不能让我一个人疼啊。听到了吗？这是人话吗？这不是人话，我回答你，这不是人话。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，大家你有福没见你同享啊！我这个的确是有福，什么时候同享过啊，兄弟？好像这真没有。你在吹什么牛逼呢？有难是硬是要同当吗？就这个，我在令北这一边。有福你个逼，是真的没有同享过。这我就不在你这边了，马小夏。好，我感谢完礼物。我要握把。我前面不给你握把了吗？我还要。小老虎，今天下午去练背。你练背去不去？你前面来这通你还练背，你前面都要痛啊。啊，那咋了？练腿呀、啊、傻屌。练腿好一点，但练腿是最有效的，知道为什么吗？腿部肌肉是很多的。啊，我的腿部肌肉，你看我的小腿，我多么健壮的小腿。你拉他妈倒吧。人是肌肉。我身边的人小腿肌肉最发达的应该就是我吧，还有腿。还有臀。就相信我。我练了一年臀，一年腿，老奶奶个糟子！哎呀，好男不练腿，好女也不练腿。屁股，马狗能把我的锤子握把还我吗？我还你，我用啥？我想你还我。我猛男枪主要是，这猛男枪枪垃圾枪。我操！你们说我胖？你在干什么？我跟你们讲，我是真的是壮。你可以问，你可以问我身边任何一个人。140发子弹呢？你捡上了吗？我没捡呢。啊，140发子弹呢、啊？不是，我卡进去了，我扔到100，卡在中间去了。哇，我的140。哦，捡起来可以捡。妈的，在这吼个啥呀？马狗，为什么你捡我 Sky 呀？我看这个地上有一个，我就顺手捡了。
一没人看他妈死干。兄弟，我肌肉只是没拖出来给你们看，我肌肉老多了。你可以问问他们摸过我的那些人。你问一下马姐笑。哇，我跟你说，我摸过蓝钻分，像我们一般那个正常，我们就是一个地方硬一点，蓝钻分浑身上全部都硬了。哇，我的天哪！我一摸，当时我都惊了。怎么穿铁皮了？钢铁侠还肉慢，尤其是那胸前的那布灵布灵的那一对，哇，硬的不行。站长大哥，我真健身健两年了，我骗你干嘛？那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体重就下不去。蓝钻飞确实是有肌肉的，只不过肌肉外面。讲啊，讲呗。坐了一车人。哎，上倒口水，上个洗手间。伤过的心就像玻璃碎片。马哥，你能跳到这个杠子上吗？我跟你说，蓝钻飞现在要减脂成功了，他就是那种健美身材，你知道吗？他身上肌肉真的很多。要什么？你能跳在杠子上吗？能啊。你试一下。那我来吧。上来。你跳呀。我来了，我来了。有人打，跳哪个杠子？随你。跳过去，你跳哪儿啊？我跳那个棚子上面。我说杆子上。哦哦，好嘞。我上面下面这个斜坡有人吧？哪有杆子呀？我找了半天。这里，你看。我肯定能跳过，你闪开。跳吧。哎呦，我跳这个。哎呦被打了。啊？你上不来的，马哥，你信我。我上得来。上不来的。你放你妈邪屁！你经常在这里，你上来吧。我小时候在动物园的时候，那个师傅经常教我跳杆子。你上来吧。人在哪？大哥打人呐、啊！你们那怎么感觉跟跳舞差不多？四秒在八十七十五的边打的。我靠！有人打，穿墙挂。有消音。穿墙挂。有人打我。谁还能把我在这里打下来不成？上得来吗？上得来，不就上个杆子吗？多大点？上多少回了？你能上来见你的鬼？荆棘徒弟，你他妈捷径，走捷径！我啥时候走捷径了？他不用从那上了，有本事你过来跳上来扶我呀！下来，你上来扶我呀！你跳上来吗？真正的没化妆，真正的没化妆，不能走捷径。有本事站正上来扶我呀！来呀！我们要勤寻细无一。那既然你这样说的话，马孔你不要下来啊，我爬上来之前你别下来，我就上来扶你，好吧？来让开啊，让开啊，来呀，你倒是，你不来让我下去。他妈这个逼挤我，他挤我，想让你去扶他，你知道吗？杨宁，我空跑，杨宁我很近，他美衣化妆。哎，你们要一起一开始掉梅花桩，那样才有意思。你直接跳上去有啥意思？这空的就在脚下，你去拿吗？你不要，咱也不敢问，我也不想要，反正是咱。哎呀，他这有一个，空洞在哪？这个跳不上去的。看没有，幺幺零幺幺零，那边防区快。那他妈叫脚下。
我哭死你，你信不信？你去捡的，我去了，那他居然敢捡？那个蹦蹦去捡了，他捡了。可以，没问题。我操！被炸死了！被炸倒了，直接被防区的。他们能敢就拿这个空投？牛逼！牛逼！牛逼！这防区这里直接给他毫无了，空投不捡就等别人捡。哎，谁进六二给我二十发？没有七点。我。哎，这边有好多七二，一百多发七二。这刚才先死干了对方。哎呦他妈吓老子一跳！什么玩意儿？把子弹捡完，不能浪费。老多了。哦，谁他妈也是天王？哦，你们哪里抢了个人头吗？妈的，直死我！我是站着打倒的，兄弟。这是我抢人头，我操！我打的是会动的活人，好吗？对。不是柜子的，兄弟。二点两车，我点三辆车。哦，现在可以打六六六了，各位，可以打六六六。没子弹的，枪线有那么多吗？五十五方向，屋里面还有一个人。哎，三十五，不太想打他。那个 B 把空投捡完了，那防区的那个人，让他捡。嗯。打空投又不一定赢。没拿又不一定输。哦，这个人 S 开始反击全速。那边还有三个人。还得再高一点。四倍镜。再低一点。再高一点。打到了。再见。哎！啥？往后面了，后面往后拔，往后拔。我他妈又被又被另外一边打倒了，我扶不了了，我倒了。别要往这边爬，要往这边爬，要往这边爬。再补一样，再补一样。补了。你没帮我挡一次，我要被打倒了。那个，我帮你补了个烟，我去打他。哦。哎呀，西巴。就差两秒钟，最后一枪把我给干倒了。啊！打小老虎，再补一个烟，再救。再补一个。跑到房后面去，跑到房后面。好的，走位。小老虎，你好像没救了。哎，快走！哎呀，还有烟吗？哎呀，我包里有烟。我奶奶，妈的！麦田里面再打、啊、打你那个打倒了，就躲那边。 OK 哇，哪边的枪线了？哇，坚持住，你没坚持住。我在房子里等你们，好吧？我去打。我操，有个兵补老子。他妈的，心若在，梦就在。他就让你去救了，让我再补一根，我补不了，前面我没烟啊，我怎么补烟啊？就你想吗？这帮逼摊上大事了，真的。不敢救了，好。哎，马狗是几倍镜啊？前面？四倍，都是四倍。妈的，你死哪了？死在石头旁边，刚才那个位置。发现也吃太多了，咱们这。那一队呢？狂衣服那一队呢？开车出来了。好，哦，开出来了。安全车倒地一个。
啊，你们都全被毒死了。牛逼！心若在，那个145145，一枪。打老子，打不过。开车走了，等一下再开车走吧。那后面出人打，两个前面两个人跑165，一枪头，我操！那吉利服打了一枪头，兄弟，喷了一大滩血，看到了没有？吉利服没看到，趴下了。黄毛吉利服，我打倒的是他队友。大哥，我就打了一拳二八，二八被别人爆两枪头，无论我打不打他那一拳，他都死了，关我屁事啊！我四不进一，这小黄衣，这个吉利服跑哪里去了？会不会在我身上？哦，他被人毒死了。我们是不是该研究研究定圈第一了？定圈我早就研究完了。走吧，300多，200多。哎呀，怎么进圈啊？单刷对面就完了，只能堵了。哎，这么血崩！哎，这么怎么就碎了？拿了一个，太惨了，拿了一个，太死了！我打个药，我打个药扶你，你等一下。OK， 没事。那个蹦蹦后面还有一个。前面打倒那个扶起来了，应该。哎，有点尴尬。没事，哇，我们这个缺位置好好。那就封扔雷了。你也过去帮飞哥。打个饮料。他也不，他同时也被别人灌雷了。我操！这不两个人没？我救你去扶蓝闪飞，你去扶蓝闪飞，在车后面扶他。哇！我们同时被别人灌雷了。没事，第三已经打得很好。这一对惨啊！山坡上面来的惨烈。